佛子天地游记第二册下篇地狱见闻与地府听神十九游勾眼地狱阎王殿听神喜看色情网站而手淫同性恋五罪灵问2019年1月21日魂体轻轻飘向冥界来到一处黑暗巨大的山洞前降落穿过里边狭窄曲折的通道一个巨大的山中空地出现在弟子眼前这里是勾眼地狱专门惩戒杨氏喜看淫秽不堪的影视娱乐而犯下邪淫罪孽违反伦理道德淫乱手淫的罪灵罪灵勾眼过后会疼痛哀嚎昏死过去第二天魂体会恢复刚下地狱的意识状态鬼差又开始执法惩戒直到刑满出狱三四个执法鬼差压了五个罪灵过来罪灵眼睛部位只剩两个空洞非常凄惨执法鬼差呼喝罪灵进入一个通道前往 X 国地府弟子魂体被金光包围跟随鬼差来到 X 国阎王殿大阎王爷一脸威严坐在岸上弟子双手合十请安就立在一旁听审男罪灵 A 我名叫 XXXXX 爱国运输工人有老婆孩子生前喜爱浏览色情网站时常在运货时对街上貌美又衣着暴露的女性想入非非晚上在家里常起淫欲自饮71岁受重后堕落勾眼地狱我不知道这样会下地狱鬼差天天拿一条绳子绑住一根会发电的长形棍前头有尖角把我的眼睛活生生挖出来痛死了我被绑在躺椅上不能逃走好痛啊嚎啕大哭声大阎王爷自己手淫20余年惩戒1年还押无爱国地府再根据生前所造善恶因缘投生男罪灵 B 我名叫 XXXXX 也是无爱国生前喜爱浏览情色网页每次观看完淫秽的图片就会起淫欲念想手淫后来自己兽性大发夜深时在街外对落单女子起歹意犯下兽行在世时没人知道56岁中风偏瘫在床1年后脑血管破裂死亡死后堕落勾眼地狱惩戒我错了我灵魂肮脏我错了不敢做坏事了请原谅请原谅罪灵向大阎王爷哀哭求饶大阎王爷手淫加受刑惩戒5年转头奋驰地狱地狱刑满出狱投畜生道鬼差拿鞭呼喝罪灵离开阎王殿女罪灵 C 我叫 XXXX 生在 XX 州长大后来到 XX 市我居住的城市同性恋者密集我原本是异性恋受到感情创伤后对异性产生恐惧变得自闭内向无意间在网络看到同性恋视频好奇点进去观看不知不觉受影响就变成同性恋了结识女友后在家里常上网浏览同性影片和女友乱淫45岁过量吸食吗啡死亡死后下勾眼地狱挖眼大阎王爷同性恋在冥界属邪淫阳间看似合法在冥界乃违反天地因果定律不合乎自然规律你在阳世和同性友人吸毒邪淫10余年地府根据你所犯邪淫罪孽扣除你30岁阳寿命中还需受3年地狱惩戒再转头畜生道男罪灵地我也是同性恋名字 XXXX X 国是同性情色演员艾滋病死亡时只有36岁男罪灵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大阎王爷如此鼓吹同性情欲乃地狱大罪孽天地不容男男女女淫乱可知同性情色电影害阳世无数众生堕落地狱恶道勾眼地狱惩戒1年转头鬼眼地狱女罪灵异我叫 XXXXX 住在 Z 国小时候父母离异母亲出外工作把我交给隔壁邻里照顾后来被父辈及人物淫乱从此对异性恐惧性格变得古怪暴躁长大后不敢谈恋爱常常上网
浏览情色视频，自己在住处手淫。二十余岁到城市工作，因为克制不住自己的淫欲，常去单身酒吧喝酒和不同异性淫乱。37岁心脏病发死亡后，经由 C 国地府审判，就被送来这个地狱惩戒。大阎王爷，虽然同情你遭遇，可是地府阴律不容许淫乱。三月刑满出狱，转投人道，弟子得大阎王爷批准，魂体返阳间，已是凌晨20。感恩师父，弟子2019年1月21日答：万恶什么为首？万恶淫为首。大家好好克制，在人间眼睛不要去乱看，会害死自己的。折寿折得很厉害，很多人很年轻就走掉了，基本上都有淫乱的事情，一定要克制自己。我们学佛就是要制止这些东西，否则就完了。拉下去之后，最好的结果是下辈子投人再投人，而且投不到今世这样的人胎，一定比今世要差。真的不要乱来，伤害别人伤害自己都不好，都是淫乱。地府对淫乱管得特别严格，淫乱哪个有好结果的？以前有梅毒等不好的病，现在有艾滋病，艾滋病其实就是一种惩罚。希望大家一定要守戒，要干净。只要有这种想法，心就会虚，人会犯傻的。如果干干净净，人就很正，很有豪气，气场很足。一有这种事情，马上脸色发灰，整天无精打采。所以眼睛不要去勾人家，女孩子不要去看男孩子，男孩子不要去看女孩子，要学会守戒，一看就看出事情来了。现在在网上看也会害死你，大家一定要守戒。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282，2019年1月26日。